大家好，今天是互选才艺比赛，也很开心，今天呢他们都表演的淋漓尽致，把每一个人的那个才艺体现在给观众朋友，那期待我们的总决选在屏东三地门文化园区做总决选。今天非常感谢与会的贵宾共襄盛举，三地门乡的乡长今天也特别来邀约，要在三地门文化园区来举办我们的总决选，感谢大家的热心热诚的共襄盛举。谢谢，也感谢高大哥你，谢谢帮我们全程的录影。今天更要感谢的是我们是我们主任委员，南区主任委员郑小珍老师鼎力支持。郑老师，请上台，我们请你说几句感言。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第一届台湾原住民服装才艺选美大赛的复选。那今天大家表现得非常好，但是我还是希望是说有这个这么好的舞台，大家可以尽量来发挥，然后再来我们可以好好的把这个项目啊可以推广到16组全部都是完整的。那明年的话我们再有第二届，那我们也有港都小姐选美，那也有一些其他的部分的活动，那我们会一起再帮大家做公告。那也谢谢今天大家所有参与的贵宾、来宾、赞助厂商，还有我们的协助单位。那希望是说在下个月的总决选，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大家也非常有一个亮丽的一个展现。谢谢，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原住民服装才艺的互选才艺表演大赛，那我们协会呢非常的辛苦哦，大家很用心的积极的在把这个选美会办好。那从一个素人哦，然后走路啊什么都不会啊，然后一探让我们协会很用心的把这些佳丽们从一个素人，然后一直初选、复选这样子，然后进入决选，哦，这样可以展现他们的风华，哦，希望各位家里们，你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好的把握，哦，展现你们的绝代风华，哦，谢谢你们，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谢谢。选美佳丽呢，透过舞台的训练哈，那透过我们的整个团队的一个熏陶之下，然后能够从一般的那个素人变成台上的佳丽哈，那这个过程值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哈。那我们是也欢迎原住民族的佳丽们有机会能够多多参加我们这样子的活动。好，让原住民的美然后能够传递到全世界。好，大家好，我是高谢淑安，然后很开心能够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来这里呢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也可以好好的展现自己，然后只要你有自信有这个能力，你就可以来参加比赛，欢迎来参加。然后我身上这一套服饰也是来自我们自己我们台湾组的一些传统服饰，然后它改良，对，然后就对，谢谢大家。然后所以就是非常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希望也有更多的少女们，或者是不管你是什么年龄，都可以来一起参加，一起来展现自己。好，也Hello， 大家好，我是婕妤，我是来自花莲县瑞穗乡的阿美族，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参加这个比赛。那我在这个比赛当中，我学到了很多，对自己的族群、对自己的文化更了解，而且不只是对自己的文化更了解，还认识到其他族群的文化。所以在这边有交到很多的朋友，然后就是彼此一起成长、一起学习。那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对自己更有自信的，因为在这个场合可以让自己成长很多。那这个活动真的非常棒，我们第二届在明年就要开始了，欢迎大家来报名共襄盛举，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活动。
要一来哦。谢谢哦。我今天的这个打扮呢是我自己加工的，像这个原住民的图腾，我是用情人带，我把它剪下来，然后把它做成腰带，然后再去找几个就是有原住民图腾的缎带，把它封上去的。对，所以我在这边除了就是还认识朋友之后，我还可以去学习到如何做自己的一些传统服饰，真的学到很多。嗯，谢谢。下次呢，如果大家还要听我弹钢琴，一定要来，要来哦，拜拜。大家好，我是来自汐止的阿美族，我叫林芳宇，很高兴可以参加第一届的台湾原住民族服装才艺选美大赛。那也很希望每一位跟我一样有追梦的同伴们，然后勇敢的出来，下一届、第二届，欢迎你们共襄盛举，邀请你们来。我今天的创办是由汐止的一位阿姨，她是台东的阿美族，跟一般的花莲的阿美族不太一样。我们的底色是黑色，但很特别的是上面的十字绣，十字绣是阿姨特别像孩子一样，就是妈妈对孩子的爱，一针一线的帮我缝制，然后有祝福还有力量，所以我会更努力，然后更勇敢的去追梦。谢谢大家。我学到了勇气，对，还有自信，然后我觉得在舞台上我更勇敢了，然后我一个找回最原始，就是让我觉得我更认识我自己，然后人生有出了一个新目标，所以大家加油，一起来，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嘉丽古珍妮，我来自屏东太武乡的舞潭村。族语名称叫人们人满。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的服饰，我的服饰是呢一个芭比，然后融合就是现代与传统的融合，然后是以红色跟粉色为做一个表现，然后加上我们今天的舞蹈活力的表现，然后呢希望这次的活动呢大家都可以热情来参与，那下一届呢也欢迎你们来。那位是一个木匠的一个朋友，做钻木工的。我这次呢是以芭比作为一个主题，那我有融合原住民的元素，包含有百步蛇的菱形纹啊，有太阳的图案，然后放在我整个元素里面，然后让整个画面是以芭比跟原住民的风格一起作为一个舞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热情参与这个活动，欢迎你哦。大家好，我是阿美祖，我的名字是李信罗沃。那我很高兴参加这次复赛，然后这次的活动从初赛到复赛，在总决赛一关一关的过，也谢谢评审，谢谢大家的辛劳。那么下一次的总决赛，我们一样也会参加。那我们谢谢我们的高雄市美学发展协会的所办的第一届原住民族服装才艺选美大赛，谢谢我们的理事长方香月，他那么辛苦的筹备这个活动，让我们这从来自不同的地方各族的原住民来这里绞尽，然后让我们嘉丽在这里重新的认识自己的文化，让我们在这更认识自己的一些族群，让我们凝聚在这个地方参加这个活动，我们谢谢，放在心里发扬光大，说出来，谢谢你们的爱，谢谢。我是来自台湾族杨月霞，今天来参赛高雄美学协会发展协会。今天我很荣幸，我们原住民来参赛这个国际路线，可能我们这下一代，我希望我们的原住民能代代相传，希望也能够人数也越来越多，能够我们的。我们原住民能够传承到国际路线，希望这个承办人也能够让我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每一个子子孙孙也能够来参赛，谢谢你，马沙龙。